있자. 会这样吗？六师傅，六师傅。 二师傅，二师傅，二师傅，这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。七师傅，七师傅，七师傅，三师傅，三师傅。九阴白骨爪，不可能的。梅超风已经死了。 不止你师父，我爹也不见了。他们定然在这里打斗过的。我爹要是想杀你师父，用得着那么大动干戈吗？那是谁杀的？反正不是我爹杀的。靖哥哥，还是先把你师父们葬了吧。 二师父，二师父，二师父，我没嫩疼你吧，二师父。啊！听闻传言，全真妻子过信人言，行将有事于桃花岛，晚生等心知时有误端，唯恨人微言轻，不足为两家解汉联合耳。 前辈当世高人，唯与王重阳、王真人争先夺胜，岂能纡尊自降，与后辈较一日之短长也？晚生等愿代为说辞，化解争端，勿起兵戈。盖豪杰之事，胸襟如海；姬崇之争，非不能为，誓不屑为也。行见他日全真教弟子赴京于岛主阶下，天下英雄皆慕前辈高义，岂非美事？二师父。 事情不妙，大家防备。
二师父，你教我读书识字，你教我立身处世，你常常讲笑话给我听，以后我却再也听不到你讲的笑话了。六师父，过去你送徒弟出大漠进中原，今天徒弟送你来了。三师父，你打我最狠，也最是护我，你走了，大黄马跟你一起走了，你骑着它一定会很开心的。七师父，有人想打我的时候，你替我挡拳头，我冷的时候，你替我穿衣服，几位师父罚我不吃饭的时候，你就替我偷吃的。今天你走了，你让静儿以后到哪儿去找你呢？吃点东西吧，一天都没吃了。我以后不会再吃桃花岛任何东西了。写字，四师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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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知道我四师傅要写什么，我四师傅要写的是皇字。
十分，三十分，四十分，六十分，七十分。弟子要走了，等弟子报了仇之后，一定会拎着黄药师的人头来见你们。带你出去。靖哥哥，我爹不会杀你师父的。我爹不会杀你师父的，我只相信证据。靖哥哥，你要相信我，我爹不会杀你师父的，一定给你查清楚。黄药师是你爹，但是他杀了我师父，你不用再骗我了。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你这笨蛋！我是笨，但是我会替我师父报仇的。